Hello， 大家好，我系环宇信丰王嘅 Andy。Hello， 大家好，我系平姐。啊，平姐啊，系嗱，咁我哋今日再一次嚟到呢个罗湖关口附近喎。系系嗱，事源咧系因为之前我哋拍过一啲罗湖关口附近嘅二手楼啦。咁其实咧都几受观众朋友咧留意嘅。系啊，咁有观众朋友而家问我哋咧有冇啲上车更加轻松嘅楼盘啊？有噶，今日咧就绝对轻松嘅，百几万住宅楼。住宅唔系公寓喎，唔系真系住宅喎。系啦。哇 ，OK 喎，咁有冇得做按揭噶？有，首付新城第一套。哦，真系轻松好多喎，咁样。系。咁而家我哋个位置咧喺边度啊？可以话春风路嘅尾，咁同埋人民林路交界呢个位置。我哋阵间咧要去睇个楼盘咧，就喺啲楼上嘅。呢、这个楼盘咧就叫罗湖大厦，楼龄嘅话咧就1980年入伙嘅，使用率系非常之高。咁、你一见到咧，总共咧就有6栋楼，咁最侧边呢一栋嘅话咧就1栋嘅，咁样数过去咧就6栋。右手边开始数系嘛？系，一至六座。系啦。OK。咁你会见到咧呢、这个楼咧就唔系好高嘅，咁佢最高咧就系18楼嘅咋？18楼。系。OK。你见到下边咧1、2楼咧，佢就系商铺嚟噶啦。系地下就系商铺，系啦，咁啊有啲洗牙啊、按摩啊、坐椅啊，吓同埋一啲小食啊嗰啲咁样咯。系，咁新楼咧就开始系住宅楼，系咪有个平台花园啊？唔系平台嘅，咁佢系每一家每一户即系新楼先会有嘅。哦，莲花园，佢哋自己莲花园咁。系啦，系啦，就唔系公家嘅。系唔系公家嘅？哦 ，OK，、明白啦。嗱，咁对面马路咧就系新都酒店啦，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系 ，OK， 跟住呢边咧有啲乜嘢啊？嘉玲娜。哦，更加熟悉啦！呢度吃喝玩乐全部都齐晒啦，咁啊水疗啊、KTV 啊、酒楼啊，乜嘢都有。系 ，OK。嗱，跟住呢边咧就系上次我哋拍嗰个新娘座啦。系啦。啊，咁楼下咧就系农村嚟噶啦。咁、买餸啊、食嘢啊嗰啲都齐晒噶啦。系。OK。有鸡市嘅话咧，就京湖鸡市咯，就喺新娘座隔篱呢度啊，侧边。都系属于农村入边啦，系嘛？系。OK。咁咧，你见到咧高位后边嗰栋咧，就系、是、大中华。人民林站咧，呢个咧就系9号线地铁站嘅，直去呢个方向嘅话咧就向西村啊文锦道嘅。咁如果系呢个方向嘅话咧，咁就去田嗰边。O K， 系啦。同埋呢度直行咧就系关口啦，10多分钟咁样可以行到翻去过关噶啦。系，咁如果系唔想行路嘅话咧，地铁站再行翻少少咧，有个京湖嘅巴士站，直接到卢口岸嘅。O K， 系。嗱，咁下面都有食嘅。嗱，上次同你喺呢度食过啦，系呢间，呢、这个炒饭一流喎，系系，有啲入房啦，OK， 咁你要见到咧，直上去咧有个罗湖小学，系名校嚟噶，即系呢度系有学位噶咯，系嘛？有学位，因为住宅楼咧系带学位嘅，咁我哋而家我哋点样入咧？我哋行翻少少，因为呢个咧就系一栋嘅，边度？呢度？呢个系一栋 ，OK， 佢咧就系咁样行过去，哦，即系1、2、3、4、5、6咁样，每一栋咧就有个入口嘅。哦 ，OK， 嗱呢度就系垃圾分类啦。咁其实咧喺呢边嘅话咧就系非常之方便啦。其实好多港人熟悉嘅地方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睇讲呢个第三座嘅，系第一栋嗰度咧，佢呢啲已经全部翻新咗嘅，重新整噶啦。佢呢栋咧暂时又未有，一栋一栋咁样整过嚟噶啦。系 ，OK、啊。每一层楼嘅话咧就有4个单位，就一部 lift。个 lift 系整咗噶嘛？个 lift 系整咗噶啦。换咗嘅，系换咗，系啦，总共先新啲个，系今日咧，我哋去睇个8楼嘅 ，O K， 好，好，咁我哋上去先，好，阿平姐啊，咁而家我哋又上到嚟啦，咁我哋而家睇呢间咧个面积系几大好啊？我哋呢间咧就系41个方嘅，咁咧系2房，两房啦，系啊，入嚟睇 ，O K， 啊，呢度位就一个厅啦。饭厅咧就摆得喺呢个位置嘅，饭厅都有窗口，做咗呢啲防盗网咧系俾人哋挂心嘅。哦，呢啲系冇露台嘅，系冇露台嘅。呢边咧就系朝西，咁客厅嘅话咧，电视嘅话咧，你又可以摆得喺对面啦，又或者可以摆低喺呢个方向咯。咁呢度有几阔咧个开间？个开间嘅话咧，差唔多有2.8米到。咁、那个深度咧？有3米到，楼底嘅话咧系2.9米嘅。因为始终系旧楼啦，系偏矮少少啦。系啦。咁我哋再睇睇个 toilet 先啦。好，厕所咧有窗嘅。唔系黑厕，系唔系黑厕？但系咧个空间咧就唔系好大啦。系咯，唔算话好大，做个企杆就应该掹水啲啦。系，除非你到时可以整条帘咁样嗬，咁嗰啲水咧就唔会话溅出去咯。系 ，OK。咁我哋再睇下个厨房啦，系嘛？厨房嘅话就喺呢度，咁咧佢做咗一道推啦门嘅。厨房咧唔系好大，冰箱咧同埋洗衣机咧都可以摆埋入嚟。系，都有位放。系啦。OK。咁佢都做咗上下呢啲柜体啦。系正常雪柜啦，系正常。双门就唔得噶啦，系明火嚟嘅。咁厨房呢度咧都有窗嘅，可以打得开嘅。哦 ，OK。吓，热水器啦都摆低喺呢个位置嘅。正常 size 咯，我觉得就 OK。咁我哋间客房先。好，咁呢间咧
算是大房嚟噶啦，即系最大一间房。哦，主人房。系啦，其实咧唔系好大吓，但系咧如果你摆低一米半嘅床系得嘅。米半。系。O K， 咁衣柜咧可以放喺边啊？整个细细地可以摆得喺呢个角落头。系。咁你见到咧呢边咧就系朝湖南嘅。哦，呢间房有两个窗喎。系。嗱，呢度就望翻呢个好靓嘅新都酒店啦。系啦，咁呢边都有一个窗，咁呢边咧就系朝西嘅啦。朝西。系。咁啊，都系望翻对面嗰座。我嚟睇翻个隔篱嗰个客房啦。其实咧，两个咧相差唔系话特别多。系。吓，咁佢都系有窗口嘅，都可以整一个细细地嗰啲衣柜咧喺呢个位嘅。吓，呢个房间嘅话咧，最好咧就系定做一张床嘅，米形成嗰啲米半嘅，可能就孖细啲。佢出边咧，佢就组成嗰啲全部系防盗网嘅。嗯。咁你有时你洗被啊、笼芯啊，都有地方。咁呢一间咧卖几钱啊？165万，咁啊，系单价几多钱到啊？4万多啲。如果最高峰嘅时候咧，卖紧几钱咧？嗯，讲紧最高峰嘅时候咧，应该就系2019年噶啦。我哋喺度成交嘅话咧，应该系210万，我哋都有成交过。210万到。系。咁而家大概就16几，咁啊20几啦，系嘛？未到30喎。系。抗跌能力 OK 喎，咁喺呢度。因为咧呢啲楼咧好容易出租啊嘛，佢就唔会话跌得好犀利噶。系咪好多业主都其实买嚟系收租，咁佢跌咗咁咪唔卖，咁个抗跌能力咪高咯？系嘅，系嘅。啊，咁同埋呢度唔怕租唔到。系。OK， 我想问呢一间你介绍嘅系咪真系笋噶？呢个职嘅话咧，上个月喺度成交嘅话咧，系成交到185万嘅。系咪好靓装修咧？比呢个差啲，因为佢嗰个系直情系冇咩装修嘅。仲要比呢个差啲？系，咁佢呢一套咧系算企理噶啦。呢间都要执一执喎。系。嗰间仲差啲。系啦。咁楼层啊，景观系咪靓啲啊？嗰个系五楼嚟嘅。五楼系我哋8楼，成交180几，嗯，咁而家就呢间16几，系，咁又省好多喎，平翻20万喎，系咯，咁得意嘅，等钱使啊，系啊，呢个业主等钱使嘅，其实41平方嗰啲咧，你依家新楼咧，你系顶多系做一个公寓嚟嘅，嗯，但系呢度咧真系租咗个两房一厅，实用率系高噶，呢度嘅实用嘅话咧都已经超过80%噶啦，系，呢一间有得做按揭噶嘛，可以。首期大概几多钱咯？第一套嘅话咧，首付30%，咁咧就差唔多系50万左右。50万到。系。系，跟住就可以做30年。唔得，20年。20年啊？点解啊？因为咧佢呢啲楼龄嘅问题，所以咧你唔能够做30年嘅。30年嗰啲咧，只系嗰啲新少少嗰啲可以做到30年，但系呢啲就唔得噶。咁个年期就差唔多完咯，咁样未？依家仲有27年到。咁点搞咧？咁27年到咗之后咧，你可以再继续补地价噶嘛？咁地价嘅话咧，800蚊一平方依家。OK， 咁啊，乘翻41平方。吓，咁你都系32000啊嘛，嗰啲唔多噶。跟住一续就续20年咁样啦。系。OK。嗯，明白。咁如果呢啲咧收租可以收到几多钱到？如果你照咁样租嘅话咧，你预咗3500到4000蚊啦。咁呢边系好好租噶。侧边咧就系小学嘅，住喺呢度嘅话咧，通常都系小朋友翻学啊，落楼下就系噶啦，好方便噶。咁我妹都住喺度，小朋友喺度翻学。哦，你阿妹都住呢度。系。哦，唔怪得知啦。OK， 有冇其他比較下？有，我最帶你去睇過一房。好 ，OK， 阿平姐，咁我哋睇完第一站嘅羅湖大廈啦。咁你話有第二站噶嘛？咁我見第二站咧過關噶咯喎。係，前面咧就係流口岸啦。係啊。深圳火車站啦。係。係，咁香格里拉啦。OK， 我哋依家咧就大中华嘅楼下嘅，又睇大中华啊？唔系，今日我唔系睇同大中华噶啦，大中华都冇咁细嘅啫。系，咁我哋今日要睇咧，就喺后边呢个啡色呢度楼盘，就叫双城世纪。双城世纪系啦。咁几多年楼龄啊？佢系07年入伙嘅。07年啲新过啱啱嗰度好多喎、啊。系啊。系咯，咁呢啲可以做到30年喎，系嘛？可以嘅。OK。啊，咁價錢咧會唔會貴好多啊？咁新樓嘅話咧，係比舊樓係要貴啲嘅，但係唔係貴好多。係，都係一字頭。係啦，33个平方嘅，一房。一房。佢總共咧就有兩棟嘅。係。嚇、啊，咁我哋上去睇下先咯。好 ，OK。OK。冇問題。OK， 咁呢個咧就係第二棟嚟嘅，咁第二棟都幾闊落，有 sofa 可以坐啊。咁平時咧，如果你叫咗車嘅話，那個車明度，咁你可以落樓就喺度休息一下先，就好似平時咁樣。我去車你嘅時候，你咪啊，我喺第二棟嗰度坐，我估你個屋企都係咁樣噶，係咪？係啊，冇錯冇錯。哦 ，OK， 咁我哋上去先。OK， 好啦，咁我哋咧依家呢一層咧就係19楼嘅，咁、每一層嘅話咧可以20个单位，4部lift嚟噶啦。哇，咁多個單位。係，但係咧佢呢單位咧有一房嘅，有單房嘅，有兩房嘅。最大咧，最大。最大咧有3房。哦，即系由 studio 至到3房都有。系系嘅。咁呢度有最高几多层啊？最高咧就29楼，咁咧8楼开始咧就系住宅嚟嘅啦。8楼开始住宅，咁下边系乜嘢咧？下边咧就系商场嘅。
商场啊，咁落到楼下咪即系玩乐齐晒？就唔系嘅，因为咧之前下边咧商场咧就系做卖嗰啲玉器嘅。嗯，系。之前啊，咁而家？依家嘅话咧，佢就暂时就冇卖嘅，咁到时发展商依家都喺度招租噶。重新招租咁样。系。Okay、因为咧佢下边个商场咧，其实好抵嘅。嗯 ，OK。咁我哋依家咧要睇呢间咧，就系、是、嗰、那个面积咧就32个平方嘅。32个平方。系。一房。一房。咁、okay、咧、那个业主咧，佢就造成一个一房一厅。哦，系佢更起嚟，即系本身原迹唔系一房一厅，原迹咧就系单房，即系一个大单间。哦，一个 studio 咁样。系，而且佢有露台嘅。咁我哋咧就睇咗嗰个厨房同埋个洗手间先。厨房嘅话咧，佢就有咗个开放式，咁咧唔系好大吓。其实住呢度都系一个或者两个人啦。系一两个。咁其实煮碗食都系够嘅。喂，呢度系住宅嚟噶嘛？住宅嚟嘅。咁所以系明火。系明火。OK， 明火啦。咁、个厕所咧有窗嘅话，唔系暗厕，系、可以打开嘅。如果你话想做嗰啲公室婚礼系唔得噶啦，系啊，因为咧毕竟有先32个方，嗰积就系咁噶啦，系冇错，嗯 ，OK。咁我哋睇翻个厅先，咁我厅嘅话咧，其实电视咧就摆得喺度嘅，咁呢个业主咧佢就冇买电视，唔睇电视，系、那个 sofa 咧就摆得喺度 ，OK。咁呢度个开间有几阔度？咁其实有3米嘅，3米，系啦，个楼底咧，个楼底嘅话咧有2.89米，2.89米旧楼嘅话就系呢、這个。系偏低啲，系啦 ，OK， 嗯，咁我哋睇翻个房间。不过呢一间要执噶喎，系呢一间要执嘅，大执添喎。我见到有啲业主咧，咁样个积执得好靓嘅，系嘛？呢啲装修要执几多钱咧？你预咗大概一间咧，包埋家私电器嘅话咧，50000系 OK 嘅，而且包埋家私电器，系，而且咧好靓噶啦，系。咁咧佢呢张床嘅话咧，系我估应该都系米半吧，系差唔多啦，吓米半啫，咁啱啱好喺呢个位置。O、okay, K， 嗯，啊，做咗啲吊柜，系，不过好旧式嗰啲啦，诶、哎，嗰啲好旧噶啦，系啦。如果话啲朋友仔要买翻嚟自己住，一定要执一执噶。嗱，咁我哋出嚟睇睇个 view 先吓，同个露台，系，嗱，个露台就唔算话好大，咁但系咧可以放到洗衣机嘅，系，系啦，同埋可以晾衫啦，系。咁、那个景咧就靓过啱啱嗰间好多，系呢、這个景咧就系睇到香港啲山景噶啦，系啦，有河景，有山景。啊、有山有水系咪？我谂呢个景观咧系永久噶啦，系永久噶啦，同埋应该系向南咯，系咪？系 OK， 嗱，关口咧就喺呢边啦。嗯，嗱，咁其实系非常非常之近嘅，系极近嘅，系。咁我谂行过嚟一两个字嘅啫，乜都到啦，差唔多。OK， 嗯，咁其实咧佢呢、這个朝向嘅话咧好通风噶，你睇啲风啊呼呼咁升。系，咁其实咧有啲业主咧佢呢个积咧佢装修得好靓噶，佢可以将个露台咧就直情。封埋嗰个窗先，系吓，咁、okay、咧你就会显得好阔嘅。OK， 咁我估佢呢个12345678910个话咧有6米到嘅。由边度至边度啊？有门口到露台。即系我而家企呢个位。吓、唔止喎、你企呢个位到露台嘅话咧，到房间已经6米啦，到露台嘅话咧应该6米几。系。所以咧。重新執執下係好靚㗎，呢啲單位，嗯、而且係潮林㗎。你一坐低喺度，一下望翻出去啲山景，有山有水。OK， 咁呢一間咧個價錢係幾多？呢一間咧就係而家租緊咧就155萬嘅。155萬啊，咁你平過啱啱嗰間咯。係啊，平過嗰間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就面積細啲，咁所以個單價咧應該就會高啲啦。啊，單價嘅話你就差唔多係50000啦。50000到，系 ，OK， 咁同埋呢啲咧，因为佢个楼龄新啲，咁所以做按揭咧，亦都可以做得长啲，系可以噶，你可以做30年，30年，系，啊，咁、那个首期系30%，即系40万，40几，月供咧，月供几多度啊？6000零蚊吧，6000零蚊到，系 ，OK， 咁如果收租嘅话咧，呢间执执下咧，可以租到3500左右。而家呢一个单位咧，最贵嘅时候卖到几多钱啊？疫情之前嘅话咧，我哋成交最高嘅话咧，都系成交到200万嘅，200万，系啊 ，OK， 咁而家就。155，系，即系30%噶咯喎。啊，平翻40几万到噶。系。前一排呢一间咧做到188万，有一套成交噶，10楼。所以咧，依家卖紧呢个价格真系好平嘅，因为咧呢个业主咧佢买咗个两房嘅，咁咧佢唔够钱，所以咧就将呢套卖翻出去。但系佢依家卖呢个价真系平。哇，争好远喎！市场价系180几万，即系成交价系180几万，而家呢间系150几万。系啦，因为个业主等钱使，因为佢买咗个套两房嘅。系咁佢諗住话快手啲，因为呢我哋都同佢分析咗，如果你想快啲嘅话呢，咁就要平啲买㗎啦。哦 ,OK。系啦。Andy 啊，咁今日呢我哋就睇咗呢两个二手啦，咁都系一字头嘅。
你觉得上车轻唔轻松啊？哦，轻松。嗱，首先讲一讲先咧，今日我病得好辛苦，系啦，咁样个样都唔同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方便出镜啦。咁阿平姐你一个出镜嘅啫。O K。嗱，咁就讲翻今日我哋睇完呢两个单位啦，呢两个系阿平姐精心推介嘅上车咨询嘅单位俾我哋啦。咁就嗱，第一间罗湖大厦咧，其实我又觉得咧个 location 咧就会靓啲嘅，因为咧佢下边咧吃喝玩乐全部都齐晒啦，对面就系嘉年华啦，同埋嗰个罗湖村啦，跟住又近地铁站。咁、基本上呢个配套系无敌嘅嗰个位置。咁、唯独呢佢个楼龄就会旧啲残旧啲。咁、所以呢嗰、个按揭嗰个年期呢亦都冇得做咁长、最多系20年啫，系咪咁、所以呢月供可能个压力呢就会比较大啲啦。咁、至于双城世纪呢佢就楼龄新啲。我觉得个 location 呢即个配套呢就冇罗湖大厦咁好。咁、但系呢佢胜在过关快。就对面马路已经是关口嘅啫、你行过去我諗你一两个字乜都行得到㗎啦。咁同埋佢楼龄新啦同埋嗰个景观啦係好靓好靓。永久景观。啦永久㗎啦唔会起嘢㗎啦嗰度点起嘢。楼龄新所以呢佢按揭个年期呢亦都可以长啲年龄合适嘅话可以最多可以做到30年嘅。咁月供嘅压力呢就会小啲。咁、上车就会轻松啲。呢两个盘都 OK 嘅。咁80万罗湖关住宅重新点。咁其实呢百几万咁细嘅即可公寓嚟讲呢你更加搵唔到住宅靠近关口㗎根本就冇㗎啦。因为你百几万你想买公寓住宅呢你买唔到啦。你买公寓只能够去龙宫啊或者系盐田啊龙华呢啲地方先有㗎。咁因为我哋而家我哋身处于嘅大中华啦我哋而家借人哋地方嚟用啦。咁细声啲。咁大中华呢啲积都系大啲啦。咁同埋我哋之前早几日拍嗰个小音啦咁啲积都系大㗎。所谓最细嘅其实都去到70几嘅。咁自然个冧心价呢就会高。咁而家你住宅80万嘅咁同埋佢细又唔话细到嗰啲咩20方嗰啲真系住到嘅我觉得如果你话一两个人呢系完全冇问题嘅上车。各有各特色囉。咁如果你话老大厦嚟讲嘅话呢虽然啲楼旧啲但系呢佢出面啲外墙政府就几年会翻新一次嘅。佢已经翻新咗㗎啦 ,lift 呢已经换咗㗎啦咁啲地筒都会咁一栋一栋收过嚟嘅。咁你知啊我每住间一栋嘅。咁我每嗰个地筒嘅话呢佢已经全部整好晒㗎啦。即係好似同新嘅咁样嘅。係会翻新啦啲嘢。係会翻新。就会靓仔啲啦。係。咁、而且呢住喺度系好换路都超级方便。小朋友读书又好方便嘅。咁如果你话香港返工喺呢边住嘅话其实都 OK 嘅冇问题嘅。只不过就楼旧啲。咁如果你话双城世纪景观嘅话就算大中华嗰啲景都冇呢个景咁靓。因为大中华嘅话呢佢对面嗰栋会遮住嘅。但系双城世纪呢个嘅话呢系睇南向睇山景嘅话呢系永久性嘅景观嚟㗎啦系冇得遮嘅。咁如果你话唔好嘅地方呢系咩呢系咩停车位。系啦。咁喺老火车站呢一附近嚟讲嘅话呢最麻烦呢就系停车位。咁罗湖大厦嘅话呢佢系冇停车位嘅。咁旁边嗰啲停车位嘅话呢就系贵啲嘅。几多钱啊差唔多接近900蚊。900蚊。系咁因为呢喺呢附近呢就写字楼多啦或者商场多啦所以呢车位系好缺好缺嘅。咁仲有呢双城世纪地下有停车场咁都系唔足够嘅。个比例比例唔得嘅比例1:1都唔够㗎啦。所以呢佢依家呢业主系冇得去办月卡嘅。不过唔紧要嘅你喺深圳基本上个交通咁方便又地铁又巴士而家同埋基本上都叫滴滴㗎啦。咁对于嗰啲有车嘅朋友嚟讲嘅话呢咁确实系唔方便㗎下呢一点系缺点嚟嘅。OK。咁其他嗰啲你话价钱又好位置又好交通又好咁其实呢个系绝对系一流㗎啦。即系冇得去挑剔嘅。哦明白明白。是 okay。嗱咁样啦嗱今日呢阿平姐就介绍得都好详尽㗎啦。嗱不如下集呢我哋再突破少少冲出呢个关口再上少少譬如去东门啊春风路啊嗰啲因为呢其实都好多观众呢想再睇其他再比较下其他。咁不如我哋再下次呢向住呢啲方向去发展好嘛 ?OK。多啲嘅视频俾大家睇好嘛 ?OK。咁呢各位观众朋友下如果对呢两个楼盘有兴趣嘅话呢你问我帮你去搭架。一定是帮你搭个最底最底一个价钱相信我可以帮到你。好吗好 ,ok。好地胆平。ok。咁今集我哋做到呢度啦咁下集我哋再见啦。好拜拜。Okay, 好拜拜。